我们讲说拉米戈瓦一军二军摊开来，球队的第一指名的张敏勋啊，调整来争取较多的一个出赛空间啊。哇、哦，这球打的呢还蛮扎实的，但是这有时候动就在原地接到这个球。对，那当然今天这个樱井俊贵就改穿36号，好啊，对。这个有些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打穿了，哇、哦，这一球呢扎实穿越赛。不过我想这个以友谊赛的一个性质，在这个蜂王战的时候呢，当时。那个时候也是，然后选手可能就没有这样对中信兄弟，并没有说让大家看到这个用球数真的是很罕，像陈一信的78球完封胜，现在来看根本是不可能的代志啊！也呢有收到效果啊，今天单场的第二支安打出现，同时首名打者就上，需要在更精进的地方就是次的一个救援，还不是他的最快速度哦，哇、哦，硬碰硬，就是他也知道。这个你只要到这个地，想要在一军哦，站稳脚步，还有一些课题需要。这个直插球就三振你了哈，那我们太高大，这一球又是一。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羊头卡米内罗，他的状况其实蛮多的，那现在在一军的防御率其实。